维吾尔族服饰。你去过新疆吗？热情好客的维吾尔族人民一定会穿着亮丽的维吾尔族服饰，载歌载舞地迎接你。相信这华丽大方的维吾尔族服饰一定会让你移不开眼。维吾尔族服饰花样繁多，做工精湛，用色大胆，极具地域特色，通常使用鲜艳的丝绸或毛料材质成衣。其中最有名的是新疆爱德莱丝绸。维吾尔族服饰至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，每逢喜庆佳节，随处可见身穿不同花色民族服饰的维吾尔族群众。其中男性服饰突出衣领刺绣，款式多为过膝长外衣、对襟、无纽扣、肩系腰带，宽松舒适，粗犷奔放。女性服饰则多在宽袖连衣裙外套对襟背心，色彩对比强烈，相互衬托，使红的更亮，绿的更翠，搭配小方巾和小花帽，别有一番风味。许多到新疆旅游的朋友都忍不住买上几件维吾尔族传统服饰，民族的也是世界的。快来穿上这漂亮的维吾尔族服饰，跳一曲新疆舞吧。